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如果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你一直都有在追踪利好的节目，一直都有在看我的电视节目，各位，你记不记得在七月迈入七月份的第一天，七月一号跟七月二号，我当初已经跟你说过，迈入七月份，不要一直认为台湾加权股价指数就只有做多。各位，我当初已经跟你说过，如果你在台湾的股市，你只有一个方向，各位，你真的没有办法在股市里面赚到超级大钱。当初迈入七月份的开始的时候，我一直跟你们讲，这种时代已经真的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，你要特别的小心。很多人当初还在问我说，什么叫春秋战国时代？各位，所谓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是非常的乱，就像五胡乱华一样啊。各位，很多的霸主有没有？很多的霸主要争强出头啊，所以各位会来回去做价差，非常的乱。所以我当初就跟你说过，七月二号那一天，我把它打在侧标上，我说已经告诉你，七月开战，进入春秋战国时代。各位，很多人就是不相信，你自己从进入七月一号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各位，你自己闭着眼睛想想一想，行情是不是每天都是这样？而且那个价差很大，光昨天今天清晨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跟科技股无缘无故下杀了512点，对不对？那台股呢，今天一开盘马上往下杀。各位，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盲点，人性的弱点。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进入台湾的股市，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分析这种行情，各位，你真的很难做，除非你要跟我们一样两边一起做。我们不是跟你说过我们也做多我们也放空吗？各位，我在前天电视节目上怎么跟你讲，我说前天台积电有没有，台积电我们不是买在1020到1030吗？我不是跟你讲昨天还给你看那个 VCR 有没有，我不是特别跟你讲 VCR 我在1065块出掉。各位，你知不知道，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，当我在电视上讲说我台积电1065的时候我出掉了，各位，你知道我们接到多少电话来干掉的吗？你知道有多少电话打到公司来说，哎，陈立好，人家外资法人都说台积电上看1300呢，1160到1300呢，你这个你说10665就先出掉，哎，就打电话来骂。各位，我说实在话，做股票你要非常的客观了，你不要太主观了。给我再让你看一遍我为什么要出好不好。我当初跟你讲什么，我说台积电未来还是看好没有问题的啦，但是各位，我先跑一趟不行吗？我先赚一趟先放口袋不行吗？我今天我又买回了啊，你看我的侧标有没有，我今天又买回台积电的啊，不行吗？你了解我的意思了吗？各位，你看看，所以我一直跟你说过，你做股票你真的要懂得来龙去脉，如果你没办法懂来龙去脉，没办法懂得这个筹码战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来找陈立豪。我现在看让你看一次，为什么要再让你看一次？我台积电在前天我就出掉了，昨天给你看过，今天还要看，因为有很多的投资人打电话进来说，老师，哎，你在电视上讲说你台积电出掉了，你有凭据吗？你有证据让我看吗？有啊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因为我们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。你现在看完之后，你就帮我鼓鼓掌，不然你就加入我的阵容，好不好？看清楚哦，看我怎么出台积电哦。各位，我今天我又买回哦，你听得懂吗？我在990附近我又买回了哦，听得懂吗？你看我1065我就出掉了，请看 VC 啊。你记不记得我当初跟你讲过一档股票叫台积电，我每次做台积电每次赚钱，你相信吗？我每次做台积电每次赚钱，各位。7月15号，我买台积电，来各位看，7月15号台积电拉回整理，没有人要买 ，OK？ 我当初台积电出得很漂亮，出到1070有没有？你记不记得？当初有出到很高呢，出掉之后我就没有再做了，各位，我又拉回去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哦，我不会造假作弊啦，你看看7月几号？我讲台积电，各位看，在哪里？各位看。7月12号有没有？礼拜五，会员注意，
2330台积电改价1020到1030买回，有没有？买回有没有看到？买回看到没有？买回啊，7月12号，哎，我全部买到了呢，买到今天你看，各位今天你看，今天最高1070。OK， 重点是什么？各位，重点是我今天全部带出啊，你看，哎，我短线带出了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耶，哎，招去兜位了，招去兜位了，啊，各位你看，恭喜会员，今天哦，恭喜会员哦。2330台积电1030附近买的，现在1065了哦，短线要出的人可以自行决定出去，恭喜！早上10:12就讲叫出了，哎，1065到1070全出了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各位，我已经跟你说过，我们做股票要非常的灵活，来回做价差。我买进之后赚钱赚了35块，我当然先出啊。各位，我昨天节目你看。昨天7月17号的节目，我不是讲我出台积电吗？我不是讲我出吗？我不是讲我出了吗？台积电赚35块呀、啊！我都已经打在侧标上，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我就是出了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如果在台湾股市，你真的要像一些投顾老师，各位，你记不记得台积电突破向上1000块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座谈会的节目，还有很多的老师不是在讲吗？台积电冲上去怎么样？只要拉回到1000块就买，有没有？你记不记得这些屁话？有没有？你记不记得？那就鼓励人家去追股票啊！还有人真的追到1070，追到最高点，你去追的时候刚好被我卖掉，你知道吗？各位做股票你要灵活的操作，不要随随便便这样进出啊，这样你会死得很惨啊！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你再看。这个昨天的节目里面，我不是也跟你讲，我出四星赚了570兼放空，有没有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出四星兼放空吗？各位，你知道为什么我7月16号我要出四星而且兼放空？哎，各位，这个都是白纸黑字呢。你有看到哪一个投顾老师白纸黑字打在车标上给你去拍照存证的吗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投资人脑袋这么笨？奇怪，为什么我都搞不懂呢？还要问东问西的。白纸黑字打在车标上给你看，你还看不懂？如果你看不懂，你进入股市干什么？所以各位，7月16号我不是跟你讲出台积电吗？不是赚了35块吗？那各位，我今天又买回来了啦。我今天我买回来，我就跟你讲为什么我要买回，因为我赌那个台积电那个法说会一定是利多啦，就这么简单啦、啊、就这么简单，没有其他想法啦。啊，老师，什么技术面基本面狗屁蛋啊，什么叫技术面？各位，我跟你讲筹码面。那各位你看，7月16号我说我不是出四星吗？各位，我四星我也出掉了，出掉之后赚570，我是为什么要先放空啊？各位直接给你看了啊，你看，当你看到有没有今天打回到2780，你就知道，各位，哎，你知道我是出多少钱的吗？你看一下，你先看一下好了，真的，刚刚的台积电你看到 VCR 我不是叫出了吗？你不是看到这个吗？1065我不是出掉了吗？所以台积电我不是赚钱了吗？那各位现在打下来，昨天打到1020，今天打到哪里？打到987呢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那这个我现在 给你看。那另外你看看那个四星 KY， 我就跟你讲一个观念而已。我跟你讲观念而已。你看7月3号我不是讲吗？2430到2450要买、哦、因为他利多故意压盘，一定有目的。那7月8号我也跟你讲，哎，等待法人进场就可以啊。那各位2430我是买到了，买到之后各位你看7月8号买到了，那买到之后各位，昨天7月16号前天我不是出场赚570吗？570间放空有没有？哎，你看这个地方我都讲得很清楚啊，7月16号的有没有？你看3000到3030间放空，出场间放空有没有？间放空。那各位你看，当你看到这个地方间放空，各位打到今天的2780，你就会知道股股长陈立豪真的很厉害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我棋子很厉害，我真的超级厉害。那我带进的股票，我一定会负责带出，你听得懂意思吗？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跟其他投顾老师不一样，我是不会吹牛作弊造假欺骗的，我是白纸黑字拿给你看，打在侧标上了呢。那各位全国的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这样子有没有智慧去判断一个老师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这样懂了没有？你懂了没有？
所以各位，这边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有没有？出，各位出，你看得懂吗？所以我已经跟你说过，做股票其实它不是很难，而是难在你的心里面。各位再来，我已经验证给你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各位注意看，你看我送给你七月五号送给你的五财神，有没有？神盾，对不对？我赚了70块，我昨天出光了。各位，我昨天出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我清代的会员，哎，已经来到310块了。当初我们要进场之前，有一次我就跟会员讲，200多块买到的时候，我说目标先看330，我跟我的会员这样讲。那我的会员说，老师，那这档股票一波就到底330吗？我说不可能啦，就来回做价差。那这一次我送给你的礼物叫做五财神嘛，五财神我们这波买到的最低是236到240嘛。那各位你看，那昨天我们就出掉了，昨天在攻涨停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出掉了。为什么要攻涨停出掉？各位，我是送给你七月五号送给你呢，各位，七月五号送给你的时候，各位还有2天可以买呢，结果飙到哪里？飙到昨天攻涨停310。一般投资人是攻涨停他舍不得出啊，一般投资人攻涨停他绝对不会出，可是我不一样，攻上来我告诉会员出股票。所以各位，昨天神盾冲，哎，昨天7月17号冲上来的时候12点03分22秒，我们全部出掉了，全部出掉了。我昨天在电视上不是拿着给你看吗？10张70万，100张700万。各位，我为什么要出神盾？我利用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利用川普被枪击，有没有？利用川普被枪击那个利多，有没有？各位冲上来，赶快出，赶快出。你看，你如果不出，今天打回到哪里？2745。各位看，你如果不出，干到2745，各位差一点被打到跌停板，差一点杀到跌停板，2745。那各位，我是出多少钱的？我昨天是出310呢。你如果不出，打到今天是多少？打到最低274块半。你看那个价差差多少？你自己去算看看那个价差差多少。所以做股票是不是要来回做价差？我没有骗你吧？迈入七月份，我就跟你讲春秋战国时代，你有要相信吗？一般的人，一般的阿呆是不会相信的，一般的投资人，一般的小白他不会相信，他只有看到行情，哇，真的验证了，他哦，原来陈立豪讲的是对的。各位，这就是散户嘛。所以各位，那我请问你，打下来这个地方你敢买吗？打下来这个地方你敢买吗？各位，你看我的动作，我买给你看，就像台积电一样，我买给你看呢、啊。你看我的车标，我不是也一样买回神盾吗？我需要像其他投顾老师整天盖牌盖牌盖什么东西啊？不需要啊。各位，你需要的一个老师是那讲真话的老师啊，讲真话听得懂吗？不是那种造假作弊欺骗，然后涨的时候说涨，跌的时候说跌的那鬼打架的老师，你会送死啊！我跟你讲真的。那各位做股票真的你要懂得来龙去脉啊！昨天出掉之后今天可以买回来吗？今天打下来可以买啊，为什么不能买？所以各位真的有时候我在想一件事情，我有时候很不明白。那各位你再看银广，你再看银广，来，各位，银广我昨天也出掉了，你相信吗？各位，我7月12号送的春秋有没有银广？我赚27块半，我昨天也出了，你相信吗？老师啊，你会这么厉害，我拿给你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拿给你看。各位，我想做股票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我也不会去造假欺骗，讲给你听而已的。对，作弊，各位来，你看这一则，等一下。你看这一则，各位，你看这一则，这一则，昨天早上9点04分，会员注意，因为大盘不稳，因此6117银广137到144，会员可以自行短线获利出场。各位，昨天9点04分就在叫出了，昨天两个字，你看，昨天两个字有没有？我昨天137到144就全出了呢，你要不要再看一次？各位。
你再看一次这边，这是昨天两个，这昨天的9:04，我137到144会员都可以短线获利出场了，有没有？银广，我为什么昨天要出？你看，哥，你看，你看看，打回到126，我是昨天137到144全出了。各位，盘中4.5小时重不重要？超级重要。盘中4.5小时重不重要？超级重要。各位，我已经赚了27.5块，我出场了呢。各位，我出场了。那各位，你出场之后，今天打回到哪里？打回到126，你看最低120，你知道那个价差差多少吗？啊，价差差多少？哎，差很像17.5，你看那个价差差17.5。我刚才手机不是给你看了吗？我不是带出场了吗？昨天就出场了。盘中4.5小时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啊。那各位，我今天我又买回来了，我又买回来了，因为我讲话我一定照做，我一定来回做价差，我不会去吹牛。所以我车标上我不是讲吗？我又买回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骗你啊。各位，在台湾股市，你需要的是一个真正像这样的老师啊。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你要懂得进，懂得出，懂得放空，懂得回补。各位，你看，讲到放空，来，你注意看。各位，讲到放空，你注意看，你注意看华晨，你看华晨来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？我只是跟你讲，我现在在教你怎么做股票，我在教你，听得懂吗？各位，你看，7月11号的时候。我当初华晨是不是做多赚85块？为什么我要又在放空？为什么我做多我要兼放空？为什么？各位拿给你看，来，我7月8号买905到910，7月11号900，我不是那时候不是跟你讲985到995，我告诉我的会员985到995就去哪获利兼放空。我等一下拿手机给你看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。各位，结果赚了85块之后，各位，我去放空，我不是拿给你看了吗？我7月11号先放空吗？各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放空？你看，各位注意看哦，今天最低打到921啊，打到921啊，各位，我是985到995出的呢。出掉之后赚了85块，兼放空呢，兼放空还大赚呢。各位，你看今天杀到哪里？杀到最低921。各位，你要不要帮我鼓鼓掌？我现在来，马上找给你看。我找给你看，我是什么时候带出的？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嘛。来，各位看，你注意看，我当初已经在告诉会员了。你看这边7月11号9:34，7月11号，有没有看到这个会员注意，3661的四星跟华晨已经出场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而且另外还有放空1519的华晨，你看到没有？各位，你看几号？7月11号。我是谁？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的老师啊。你跟怎么样跟也要跟到陈立好，而且你加入我们，各位，你如果打电话进来，你要指名陈立好，听得懂吗？不要跑到别的老师去了，你要指名陈立好呢。各位，你看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真的，你做股票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做多85，放空你也赚。所以各位，我现在从头到尾我全部在印证给你看而已。所以我不是跟你讲迈入七月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，你有要相信吗？你有要相信吗？各位，你再看来还有几档股票，我们为什么要短线短出？你看，注意看，还有几档股票，你看我为什么要短进短出。昨天3037的星星，我不是讲我们180以下买吗？我昨天出星星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也全部出星星。各位，7月17号我出星星，10:55:35拉到217，我全出了，赚43块。我为什么要出星星？你看今天来，你看今天星星打到最低多少？202.5。各位，
我是217出掉了，打下来打到 202.5， 你看，你看，各位智源，我当初7月16号出365，我是不是赚了61块？智源，我为什么要出？你看，今天杀到最低 326.5，326.5， 各位，我是365出哦，结果你看出掉之后，现在打回到 326.5， 各位你看，再看看双红，我7月10号出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出了848？你看来3324，今天打到最低721，各位，我是多少出的？848呢？打到最低721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价差差了127块，你看有没有？我从头到尾我都验证给你看，所有的东西当初不是叫你拍照存证吗？所以做股票真的，你不要摆在那边就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你要来回做价差。像那个2351的顺德，各位，2351的顺德，当初我们不是也有出一趟吗？各位，顺德，出掉之后，你要记得拉回来还是可以买啊。你看，当初的顺德不是，7月12号攻到142有没有？不是出掉了吗？赚了15块。那各位，你要顺德，你拉回来你也要敢买啊。你看，打回到现在126.5，你也要敢买啊。所以各位，很多的股票真的股票不要多，来回做价差就可以了。我都已经都验证给你看，什么叫进入春秋战国时代？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就是你要随时的来回做价差。各位，做当冲短线你可以来找我，真的做布局那些，我知道什么股票带进，什么时候出，我也知道什么时候放空，什么时候回补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跟着利好，跟着利好，阿西玛西欧开心一通电话，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各位真的。打电话进来指明陈立豪，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，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，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记不记得迈入七月份的时候，当加权股价指数创历史新高24000多点的时候，我坐在这个地方跟你们讲，我说不要像一些小白不懂股票，以为台湾股市只会涨不会跌，有没有？你记不记得我讲过那句话？你看现在很多的小白被那个股市洗礼，洗礼到很透彻啊！可你现在你懂得两边都要去做。我们虽然不是神啊，但是各位，我们看的东西真的比你们还要准确一些了。我们也知道一些三大法人在玩什么把戏，
我就跟你说过，三大法人主力大户现在是绝对没有方向的，听得懂吗？他们没有方向，他们现在就是随波逐流，来回做价差。所以美国股市的反应是怎么样，绝对隔天就会反应到台湾股市。各位听得懂吗？尤其现在川普又想说啊，一定会当选了，那各位很多很多很乱狗屁捞糟的事情都会出来，那你要跟谁？跟着利好，我带你做好不好？做多做空做短线做当冲我都很厉害，所以各位跟着利好，安心吧，信用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全国的观众啊，真的你要自己帮自己好不好？也来真的让我来帮你试看看，那我们就在这从七月份一直到年底，我们来试看看，真的好吗？一通电话我就可以帮得到你好吗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跟着利好，安心吧，信用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各位不想浪费你们太多宝贵的时间好不好？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